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姚琴三藏法师，鸠摩罗什译。第一品，法会因由分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其受己孤独园，以大比丘众1250人居。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次第弃已，还至本处，饭食弃，收衣钵，洗足矣，趺坐而坐。第二品，善现其情分。十，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佐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，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辅佐诸菩萨。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：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世尊，愿乐欲闻。第三品，大乘正中分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降伏其心，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食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，吾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第四品，妙行无住分。不次，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因无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因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
四维上下，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不思，福德亦复如是，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因如所教住。第五品，如理实见分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相，即非身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第六品，正信稀有分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性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不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以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性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福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则为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若取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知我说法，如法欲者，法上因舍，何况非法。第七品，无德无说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。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第八品，依法诸生分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
宁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，甚多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其福甚彼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第九品，一相无相分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须陀洹，能作是念，吾得须陀洹果否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着是念，吾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，吾得阿那含果否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吾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证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吾不作是念，吾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吾若作是念，吾得阿罗汉道。是真则不说须菩提，是乐阿兰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，是乐阿兰那行。第十品，庄严净土分。佛告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不也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
身如须弥山王，与玉云何？是身为大否？”须菩提言：“甚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”第十一品：无为福胜分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欲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凝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”须菩提，吾今实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”佛告须菩提：“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甚前福德。”第十二品：尊重正教分。不次，须菩提，随说四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，若尊重弟子。第十三品：如法受持分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吾等云何奉持？”佛告须菩提：“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，所以者何？”须菩提：“我说般若波罗蜜，既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”须菩提：“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”须菩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”须菩提：“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？”须菩提言：“甚多，世尊。”须菩提：“诸微尘，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既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”须菩提：“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”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第十四品：
离相寂灭分。尔时，须菩提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。而白佛言：须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吾从昔来所得慧言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夫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吾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世人则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。所以者何？五相即是非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，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吾昔为割力王，割截身体，吾于尔时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吾以往昔皆解知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示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声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生无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则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，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，
而行不施，如人入暗则无所见。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事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第十五品持经功德分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终日分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，何况书写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，如来未发大乘者说，未发最上乘者说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世人，悉见世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则为喝旦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乐小法者，着五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则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则为寺塔，皆应恭敬坐礼围绕，以诸花香而散其处。第十六品能净业障分。扶持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因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吾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，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尘世，无空过者。若复有人与后末世，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，千万亿分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则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
是惊异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第十七品，究竟我分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因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我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，吾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五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则非菩萨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与燃灯佛说，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佛与燃灯佛说，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尽。如以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以我受记，作是言：如以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：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身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身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，吾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，一切法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
第十八品，一体同观分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否？如是世尊，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，佛世界如是，名为多否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而说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，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第十九品，法界通化分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时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。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第二十品，离色离相分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不也，世尊，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，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第二十一品，非说所说分。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吾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尔时会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或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否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
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第二十二品，无法可得分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博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如是，须菩提，吾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第二十三品，净心行善分。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第二十四品，不智无比分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布施，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，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，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，所不能及。第二十五品，化无所化分。须菩提，欲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：吾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既有我人众生寿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既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既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第二十六品，法身非相分。须菩提，与欲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第二十七品，无断无灭分。须菩提，
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异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异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。第二十八品，不受不贪分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于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不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，得成于忍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得功德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第二十九品，威仪寂静分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世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何以故？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第三十品，意和理相分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三千大千世界最为微尘，欲欲云何？是微尘众名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故？若是微尘众，实有者，佛既不说是微尘众，所以者何？佛说微尘众即非微尘众，是名微尘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，即是异合相。如来说异合相即非异合相，是名异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。第三十一品，知见不生分。须菩提，若人言，佛说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是人解我所说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是人不解如来所说意，何以故？世尊，吾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
即非吾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是名吾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性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第三十二品，应化非真分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